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夏卡提融合印度舞团是由台湾印度大师黄美瑜老师亲自领军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们所组成的团体，主要呢是以宝莱坞、帕斯西、卡塔克、婆罗多、印度舞等元素融合的舞蹈为主。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你们刚刚欣赏了他的舞蹈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们可是所有比赛里面的常胜军啊。那个他们刚刚表演的这一首呢，金曲，它是属于宝莱坞的组曲。这首呢是由大家耳熟能详的几首印度宝莱坞电影它所组成的。